哎呀，我这是哭还是笑呢？笑着哭啊？什么事儿啊？啊，真是找女朋友啊，一定要找一个省心的。这个不省心，这个没有那个省心。嗯，不是几个？不是，就是前一任的。啊，这个女朋友关键为什么不省心？要管我要礼物啊。我说你男生就是抠，女孩要点礼物就想你多关心点，要就买嘛。我拿你买呀，你听听我那女朋友要的是什么东西，来你们听听。亲爱的脸哥，哎，哦，我听人家说那个手机啊性能特别的好，零到一百才5秒。那个，其实宝贝儿啊，你不知道，兰博基尼呢更快，零到一百加速只要3秒多。真的，我亲爱的，我就喜欢这种零到一百变化速度特别快的这一种啊，真是的。啊，亲爱的，买一个吧。买零到一百最快的，你这样，最我跟你说，这刚刚零到一百，啊，有零到200，瞬间提速，比兰博基尼都快了。要钱的，哎，你说就说你人好，你说我多聪明。我今天早上我就给他送一个人体秤，就摆在他面前，他往上一站，0到200，没有秒就上了，爆表啊！